一群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会员及社会大众好朋友，阿弥陀佛。今天是农历3月26日，也是本维新圣教维新电视台啊播出的10周年。纪念日，10年来风风雨雨，千锤百炼啊！所以本维新圣教啊，维新电视台是弘法的最佳利器啊，由我们的曾文峰总经理啊为我负责，和张清明经理为我分忧，还有所有的工作同仁为我承担。虽然我们维新电视台经费有限，但是我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做出与一般电视不同的啊，而且具有教化众生啊，而且具有勉励众生、十方大众做功德功德天。所以啊，我们摇摇摆摆走了10年，我们的经费是靠各位的扶持啊，来帮助我们维新电视台。我们电视台很少有电视广告的收入，所以啊，经营得很辛苦。但是我感觉呢，很有意义。要经营一个电视台，必须要有具备的智慧、经费、人力和时间因缘，以及十方大众缘他的接收程度，啊，一花开五月，结果自然成。啊，我们依照佛法、道法、圣法、黄禅老祖的开示，我们做到了，我们努力了，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觉得要感恩。感恩各界你们给我们的出钱出力，感恩各界给我们的鼓励啊。现在我们就来了解维新圣教啊各项的活动。黄禅老祖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道场仙佛寺，恭祝教主王禅老祖圣诞，起建第22坛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时间自农历3月24日到3月30日圆满，全程依正统佛教仪轨进行，
设置内坛与外坛七坛一所，每日以丰盛的香花果馔、金宝法言上供下施，普度万灵，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农历3月26日子时，宗主混元禅师将率领弟子及和会大众于维新圣殿内为老祖师尊祝寿，表达诚挚的感恩之心。在祝寿大典开始前，混元禅师特别向弟子开示，勉励弟子持续精进诵经修行。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3月25号，等一下呢，我们在10点多就要向王禅老祖祝寿，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那么本维新圣教的祝寿，除了香花果串以外，就是所有维新贤士同修恭送王禅老祖玄妙尊经与鬼谷先师天德经啊，以所恭送的数量来向王禅老祖祝寿啊，祈求王禅老祖转施所有维新贤士大家所诵的经，这座功德天来转施给各位的堂上祖先，转施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转输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将我们所诵的经来回向给啊各位所恭受的莲座上诸圣灵。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以这一个方式要我们每年都要诵经，每年诵的经数真的很多，到今天3月25日的晚上，现在已经9点了啊，已经送了1259,923部，这个证明我们所有维新贤士的大孝和大智、上圣智慧，已经保来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医院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与一般宗教团队团体不同的地方啊！我们要修斋修福，一定要先付出，就是诵经，恭送教主所颁给我们的经。那么本维新圣教诵的经呢，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尊经，还有维新圣教31经。到现在啊，我们经过够分是道场住持
通报回来，由教务处来统筹统计，就是1,259,623步，这个功德我们一并回向，不分王侯将相，宦夫走卒，我们都一并回向。这是我们祝寿的功德本，所以我们欢迎新的一年，我们大家还是要努力诵经来祈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我们的本愿。接着我们来欣赏祝寿的整个的法仪。农历3月26日子时，恭祝教主王禅老祖圣诞，于维新圣殿内起建祝寿法会，由半拜法师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回向十方法界，而后恭请宗主上悔下缘禅师升坛，带领维新弟子敬献香花果馔，向老祖师尊祝寿。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护我七上帝。在下段节目中，将为您播出宗主悔缘禅师对弟子的慈悲开示。各位为心信教，为心弟子，及咱社会的大众，今日是3月26日，王禅老祖的圣诞千秋。在民国71年以前，社会对这王禅老祖的圣诞，拢无这个观念。所以民国71年6月19日，王禅老祖应到台湾祖师的慈悲，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阿弥陀佛的慈悲，看应到王禅老祖圣灵供养台湾祖师。伊我本人天人合一，自此以后72年，叫这个3月26日，王禅老祖的圣诞千秋的法会，这也是天道。所以王禅老祖再度封顶，一路走来，对无到有，三科元起家，天地人三才卜卦，
啊，甲众生所需要的、众生所得的烦恼解除。啊，这是一个真正难得的、不可思议的圣贤道家书房，所以才有这句台湾祖师的经言：“阴阳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行过36、7年来啊，我都带着各位咱的在座微心弟子，一卡步一卡印，行到这时阵来。往禅老祖的本愿，就是天下太平。带着咱微心弟子，咱的共同的本愿。也是天下太平，所以今日已经是37年啊！37年来，用中华文化道统一经风水，对无甲有空中妙有，所以传法传道。这体会到王禅老祖的伟大，这感恩到诸天圣贤佛菩萨的，的护佑，才有今日的唯心圣教，所以要立一个教。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风风雨雨7000年啊！那么今日咱唯心圣教啊，徛伫世间，老祖的目的，就是为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甲宗教。来安定社会，安定人心，这是咱唯心圣教的共同目标。今日啊，己亥年3月2日，王禅老祖的圣诞，在过去36年中间，王禅老祖啊，师尊啊。已经在世间完成了99件的功德篇，包括咱世界所发生的灾难、天瘟、天灾，老祖咧拢一一的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来。传给咱大家，大家就用诵经，大家读经，集合集合功德来转世，祈求王禅老祖、天公、诸佛菩萨，来将这个大家的功德集合功德，来消灾化劫。台湾世界，这是真真难得的，咱的宗教的修行法门。所以今日欣奉老祖圣诞千秋，咱嘛是依照老祖开始的，咱所上的经来回向到现在1299万外破，1299万的经部集合功德，
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咱大家就用这个来做，啊，向老祖师尊的祝寿，咱来交差。啊，所以这是咱为心信教，啊，咱另外的领的天命无共款。那么在这几十年来，啊，我得到佛教界长老上明下定，啊，伊的慈悲，啊，伊呢一面行一面甲督促，啊，惊我惊偏去，所以咱呢就感恩着明定大和尚。伊甲咱督促到咱啊，爱行正路，修好行，修善行，咱也足感恩啊！大家鼓掌来，谢谢。自从22年前第一支香坠落大会。大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开始到现在22年啊！每一段一第一支香，咱所求的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无第二项啊来有所奢求啊，所以咱。就一卡步一卡印，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我也足感恩着咱所有的法师、弟子恁的大扶持，满我佛愿，的愿啊，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啊，这中间，我甲咱。科技院全序部的部长朱武宪，一个姻缘啊，大家结做好朋友。啊，朱部长呢，伊就退休了了以后，啊，要为宗教来服务，让宗教会当发挥和社会连结。所以朱部长退休了以后，啊，伊也成立一个全国宗教联盟啊基金会，啊，现在啊成立一个啊宗教啊联盟这个党团，啊，这个目的。是要来为咱宗教界，予咱宗教界会当发声，予宗教界会使在政府佮百姓中间会当发声，共同来安定社会。这是我个人所想的是安尼。我相信朱部长伊的理念。啊，甲我应该差不偌济。啊，今日咱已经22段，啊，祝寿坠落大会。啊，这中间，咱的明定大和尚，啊，祝慈悲的，逐天拢透早的替我巡山，因为我的服务方便，我的业力现前。啊，这个、我是爱忏悔，啊，咱呢感恩到上面下定大和尚，也对咱宗门的帮忙。
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己亥年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农历3月26日清晨卯时，在维新圣殿前举行隆重的斋天法仪，由佛教界长老明定大和尚主法，宗主混元禅师率领分司道场住持，易经大学法讲师及贤士同修，一同感谢天恩护佑法会圆满。在上，诸佛菩萨在上，俺为心地主啊，弘法呢啊，今日是己亥年，啊，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在天，啊，当下呢感恩的啊，天公玉皇大帝啊，好啊，身体一旦个重生，回顾36年前一场大病，啊，天公诸佛菩萨，好啊，有这个机会个重生。啊！个阿姐，有今日个微信圣教已经大学，啊，一直路走来，非常感恩天公的赐福，我会当满我一生的愿，啊，会当满哈咱所有微信弟子的愿，家家户户平安，事业平安，大事平安，今日一只感恩。啊，既然有机会，我个重生，我当然不变本愿，努力来为祈求，啊，天公啊，赐予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灾永续，天恩永续，世界真和平，天下一家亲，尤其。啊，咱拢是对天上来到世间分两边，一个台湾，一个大陆。历史的因缘5000年，啊，因缘缘到这也未解决。咱啊祈求天公慈悲，会当满我的愿，化解两岸的干戈，息战争。咱啊祈求天公赐予咱众生有一个敖人，出来领导台湾的四龙工商毕业的政治嘛好，修行嘛好，拢会当予社会和谐。啊！祈求天公慈悲，啊，赐予咱啊，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咱在今年向内政部、向教育部申请，啊，会当圆满，啊，会当开始用现出彩。老祖师尊在上，天公在上，诸佛菩萨在上，
咱当下啊，咱的上明下定大和尚几个月高僧戒的哦，啊，以及咱前立法院院长王院长金平先生，几个月基金会董事啊，我们各位法师讲师。宣誓同修阿弥陀佛，啊，大家辛苦，啊，咱拢是咧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所以咱啊较什么苦时间呢？啊，咱嘛是有法度来克服，这嘛是咱做事业的基本精神，啊，咱个。啊，客户有约的时间，啊，咱得休息，啊，咱啊，甲百姓有约的，咱嘛是爱，休息，吼、哦，这就是咱在去的都正，咱王院长伊发了愿，啊，这个是好海。好海再好海，好海呢是要平时都爱修，好海呢就要平时做起。那么咱今年啊，咱水陆法会已经22坛啦，啊，咱呢足感恩的上明下定大和尚啊，伊甲咱帮忙啊，敦聘啊80几位高僧戒德，啊，来。甲咱到圆满，哈、啊！所以每一年的努力，哈、啊，咱拢是啊历历在心。那么咱老祖师尊和咱的课题，就是爱多诵经。诵经呢，到昨天啊是1360万部的经宝，咱用这来载天。咱个供养天公，啊，求天公慈悲下罪，咱众生的无耻，哈、啊、下罪，哈、啊、咱众生的三毒，哈、啊、咱会当啊三毒化为三这个戒定慧，哈、啊、那安尼来呢，咱食会都会祸害啊，哈、啊、咱今年上经。啊，1350000部，啊，这即卖呢，啊，一个涨为止，啊，要过几工啊，咱那是，若是有到1500000部，好、啊，咱当然是上欢喜。那无食，各位同修，那么等于嘛，不要一个法会过了，咱都，来放掉去啊。哦，社会平安，天下的平安是咱大家共同的。啊，天灾用时，天恩用时，尤其啊，今年迄个世界的瘟疫，哈、啊，这个天瘟，这是足恐怖的代志。啊，一直的，勉励咱所有贤士同修，大家来诵经。啊，因为呢，咱的天瘟。啊，细菌一毛生命，啊，意思咱人有生命，动物毛生命，啊，所以生命呢，灵性呢，细菌呢，是细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无其外呢，都、就是满宇宙虚空，细无其内呢，啊，一只细菌假设家呢，哈、啊，它都嘛是有余的生命。啊！里面累积的那每个人累积的因因万万，啊，拢是积积会发生，哈、啊，而该播就播，哈、啊。所以老祖师尊，哈、啊，教咱爱念经，啊，大家诵经念念经，啊，集合功德，咱来回向，哈、啊，咱来共同来祈求，啊，天下，啊，那天温永续。啊，这个天灾永续，这是咱修行的目的。好，那这家呢，啊，我只甲各位勉励啊，谢谢各位。咱今日一家所上的经家呢，吼、啊，功德来甲天公交济，
啊，玉皇大天尊教之，哈、啊，会当愿咱所有为心弟子的愿，天下一家亲，两岸永和平，这是我所希望的。哈、啊，咱我相信，愿大力就大，一定会如愿的啦。哈、啊，过去咱三十多年来，哈、啊，这三十六年啊，好、啊、了，对不可能的代志，哈、啊，都化为有可能。啊，有这点的，他化作师尊的，天威神通力，啊，天威的威大，哈、啊，真正呢，家国的勉励，恁大家跟着我一起在奋斗，在打拼，啊，咱宗教呢是不分的你我他，啊，而是一律平等的关照，这叫做水陆法会。啊，是大家爱理解。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那呢立法院院长黄金平师兄呢，啊，他呢一起让皈依的弟子，啊，一班5500号的皈依号码，好，那么就来，那就请黄金平黄师兄呢，来给各位勉励。各位师父在上哈。各位咱的贤士同修啊，今天呢，大家一起啊来这里，啊，用上虔诚的心，所以来哈参加着斋天啊这大典，啊，大家的诚心一定是感动天、感动诸佛菩萨，啊，大家一定会当得到啊，安尼机缘啊，拢会当满愿。那么呢，大家拢会当得到身体大健康，啊，事业一定大成功，家庭和乐美满，安尼吼，道业扎成吼，啊，咱会当他讲吼，希望咱大家秉持着上天啊慈悲，那么和咱呢有智慧，和咱有热力，和咱有爱心，会当通吼。来做利他的工作，不是利己，利己是基本的，利他才是咱真正爱，哦，这个做努力，哦，也是一个大方向。啊，希望咱大家来哈，共行这个福德，哦，啊，而且哈，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如意，大家今天是在天的功德啊，无可限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斋天法仪在上午7点左右圆满，下段节目中将为您介绍水陆法会的净土坛以及内坛的请上堂佛事，欢迎继续收看。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己亥年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今天是农历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在上午斋天法仪圆满后，内坛开始进行请上堂以及佛供的佛事。请上堂是在结界完成并且发出四圣六凡的邀请函之后，礼请上堂实习的仙佛菩萨、声闻缘觉以及历代圣贤等圣灵上座接受供养的法仪。在内坛的入口处设有壁室，先恭请四圣沐浴更衣，再由主法法师观想四圣入座。入座完毕，接着进行佛供，以香花果馔及甘露水虔诚的供养上堂的诸佛菩萨。佛供完毕，内坛第二天的佛事也就圆满。在佛教的信仰中，净土法门是国人所熟知的修行法门之一。在水陆法会中，所有阳世之人所供设的超度拔剑莲位，都在净土坛听闻阿弥陀经以及佛号，接受光明能量的加持灌顶，得到往生净土的机会。因此，净土坛中设有阿弥陀佛圣像以及各佛堂上历代祖先莲位，
个人亲友往生极乐净土莲位，无缘住世英灵莲位，个人累劫累世冤亲债主莲位，工厂及住家地基主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以及超度冤非软动诸灵莲位等。接下来我们请法务组的圆瑶法师来为大家说明水陆法会安设莲位时可能会有的疑虑以及正确的处理方式。各位善知识大家好，我们的法会到今天进行已经是第三天了，那大家都很热络，也很热衷，也对这个尽孝道，也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必须注意一下。譬如说我们有两神周身，我们就必须设两个莲位，不是设在同一个莲位，因为我们各神各神周身一毛一人修好行好发行，然后本来就不同一家的人，如果说你把莲位设作同一个的话，比较会有那种说我们买东西你要买一包东西没有一个人吃就没问题，你要一包东西没有两个人吃，你必须去把它分开，所以如果说有两姓祖先的话就必须设两个莲位。再过来就是今年碰到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都想要设这个依附灵，身上依附灵，其实呢什么叫身上依附灵，就是说譬如有的人就爱吃酒的，有的人就爱拔掉的，有的人有一些嗜好不是很好的，或者说有一些产生，有的人会产生一些幻想，还是说忧郁症种种的，第一我们先看医生，第二就是我们占卦，可能就是我们的长辈还是平辈还是我们的晚辈有遇到不是很顺的事情，那提早往生了，那他们无处可去，无位通往去，所以他们的依附在我们有在怕宗教的人的身上，要来求度，这并不是不好的事，只是说他就这世跟你较有缘，所以他就对你的身躯边要跟你求度。如果说 你自己来说最近有一些师兄师姐或者是讲师，我要来设依附灵，我说你怎么了？没有，我想我身边有人求度。好，你可以设，但是你的那个祭文你可能就自己要稍微修改一下，因为那个祭文就不一样了。老不明的人千万不要到最后一天再来给祖先感恩，给文清祭祖感恩，因为我们最后一天已经是圆满了，我们早上差八点多我们所有的莲位都会拆下来，然后送到法船去，等到下午人家送法船，所以你两空背点我来，有时候真的看不到莲位，后面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你说我有神，我跟你说有，我有跟你搬，但是你说我都没看到，我就已经拆下来了，所以绝对不要到最后一天再说要来给那个完全接触参会啦，给英灵参会，给祖先感恩啦，这个不要如果你说我之前已经有来过了，我想每一天要来给他送一层送这个法船，那大家就很欢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们来有报了莲位来行，如果时间你的时间如果有刚好有旁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急着回家，那也不要说我就是只七月中道时来拜拜，七月尾阿妈来拜拜，其实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当入去每一段里面去参加一下，譬如去龙凤段啦，净土段啦，还是说延寿段啦，入去参加对拜，因为你们的祖先不见得每个人都在净土坛，他们会随着他们的需要你来当跟他们说你们会看想要龙凤段参会，你们就到莲华坛去你要华严坛你就到华严坛，法华坛就到法华坛，楞严坛就到楞严坛
还是讲我都要纯粹要来念佛，哦，要来往生净土，那我们就到净土坛，各个坛神你可以跟祖先讲，跟我们冤亲债主，你甲忏悔了，当个讲哦，啊，每一段恁会当去参悟，哦，适合你们的经，你感觉我足喜欢去迄段，那你就去那里听经闻法，去那边求忏悔，那你就悟到了，你就回归到咱的这祖先啦，哦啊，环境这住啦，护法神啦，就可以回归到他们的净土去。这样子，咱在世阳世的人也会比较平安，因为因老在回归到他们的自信佛净土，表示他就变成我们的护法菩萨了。所以我们的护法就会越来越多，咱得愈来愈平安。过来上经的部分，师父交代说，今年要送1500万部的经。各位善心大德，还是咱的师兄师姐，若看到，尽量鼓励咱的亲戚朋友，哦，啊，师兄师姐，大家来上经，因为一旦有饥饿，最后就是会产生战争。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世界的饥饿，才当维持世界的和平，哦啊，希望大家共同来诵经，啊，我们的这次法会能更圆满，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农历3月26日，是王禅老祖圣诞日。今天早上一大早主持啊，我们在维新圣殿啊，举办祝寿法仪，早上5点在维新圣殿，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座前宣坛举办啊，斋天科仪，谢天恩啊，然后有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及80几位高僧戒斗啊，一起帮忙啊，以经宝供养啊玉皇大帝，将我们的经宝全部转施啊，给各位的家中列祖列宗诸祖灵，也转输给双华界三界万灵，尤其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和转输给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防止军民怨灵，即世界816次大小战争，防止军民怨灵。啊，皆得仰仗王禅老祖天威、佛力，啊，来加持灌顶，拔度脱离悔恨贪欲的黑暗地狱。啊，接着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不是本维新圣教所有易经大学贤士同修，我们大家一起修行，我们的功德本也是功德天。那么今天啊，3月26日啊，到中午呢啊，我们所诵的经啊，1260
1,269,000步，啊，这个功德是不得了的功德，所以必须要很有信心，必须要很有爱心的人，你才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而达到圆满。那么今年我们到老祖圣诞的当下，已经1,269,000步，这功德天呢，啊，师父呢，啊，一并呈报给玉皇大帝和王禅老祖，啊，将这个功德本来转施赐福给三界万灵，赐福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还有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来时机去时宝，啊，若是这样，大家有耐心来配合王禅老祖开示的，啊，我们每年的诵经，然后仰仗天威，将王禅老祖所啊带领我们诵经的功德本啊，啊，全部回向的时候，我相信天下会太平，世界必能和平啊！啊，我也在这里勉励，哎，我们的各位基金会的会友，勉励各位十方社会大众善信大德们，我们学习平时的爱心，啊，由大爱啊开始，那你一定是会有福的，啊，所以在这里，啊，勉励，啊，各位十方善知识，新的年度，庚子年，也要开始了，啊，所以请各位大家一起，啊，来诵经，啊，共同祈祷，天灾永续，天恩永续，世界永和平。